現在就影麥當勞叔叔嘅機，一早麥當勞叔叔想送泡泡浴，點知浴缸俾人套走咗喎，唯有去揀件新衫著啦。件好呢？邊件好呢？跟住同班 fans 講早晨，早晨，再飛翻去錄音室同滾石樂隊夾下 band。夜晚同麥樂小福星座包廳聽演唱會，翻屋企接過晚報，再講古仔俾薯條碎福福聽。喺好耐好耐以前，多謝麥當勞叔叔同我哋分享佢快樂嘅一天。